恩一枚呢，就完全的不像。跟他在一起很开心，我看到他嘟着嘴啊，看着这世界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世界也变得卡通了起来。最近啊，我脑子里面常出现一些未来的画面，我好想拥有那些画面啊。那你就勇敢的把那些画面抓住，祝福你。你朋友啊，还真的不是普通的笨，搞得我招都快用完了。面对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人，不能用招，要用策略。他真的很不按牌理出牌。这就是一枚吸引你的地方，不是吗？对了，你跟陶妈谈的怎么样？就继续跟富邦在一起啊。真的，走着瞧吧。二十，哎，谢谢啊，你慢走啊，有空再来啊。老婆婆。你下午跟倩倩谈的怎么样？我说老陶，我是不是心太狠了？到底怎么样了吧？倩倩那孩子呀，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扎一样刺着我。他不答应啊？不是，他答应了啊，他答应了会劝福邦去念军校，等到福邦去念军校以后，他就会跟他一刀两断。我说这件事儿咱们真的做得对吗？嗯，其实我也在想，倩倩这孩子啊。老板，我点的面怎么还没来？啊，对不起，马上就来了啊，您稍再坐会儿啊。快点吧。哦，好好。快捞出来，都烂了。好嘞，好嘞。是我，又是梦。你是欠还是梦啊？你看他自己的样子，把自己弄那么邋遢，你欠骂？守着阳光，你是欠？废话。欠。哎呀，头发还这么臭，你今天没洗澡啊？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啊！太好了，我好想你啊，倩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太好了。
我给你了。犯贱啊！对你好就是梦，骂你才是真的。幸福了太不像话了嘛！就算是梦也无所谓。啊！怎么样？是真的还是梦？真的。生我的气了，你又没做错什么事，干嘛生你的气？那，你也不是我妈的气了。哦，我就这么爱生气，非得要生一个人气才行啊。不是啦。爱生气的人是你。我哪有爱生气啊？你不是不理一美了吗？私奔了，就算一美把信拿给我，我也不会理你。而且是从此以后都不会理你。哎呦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嘛！我爸妈他们反对到底啊，又说要逼我去念军校，然后张奶又挂我电话，断了所有跟你联络的方法，你又消失不见。你少找借口哦！你以后敢再有这种念头，给我试试看。嗯。还牵累到无辜的一枚。人家为了我们的事忙东忙西的，还要被你骂，他欠你的、啊。好啦，阿珍，我知道错了。倩倩来的，既然把倩倩叫来了，干嘛要藏在你身后头？到客厅去坐着呀！啊？啊什么啊？你傻了呀？快呀，叫人家到那儿坐着去呀！倩倩，什么时候来的？爸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谁吃错药了？倩倩，你说天底下哪有这种儿子，就自己的老子吃错药的？不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两个不是坚决反对我跟倩倩在一起的吗？我知道，我又被自己的梦给骗了。唉，我就知道。疼吗？你自己跟富宝说吧。臭小子，你只要听话，
乖乖的进军校，我们就同意你跟倩倩继续交往。我可以跟芊芊交往，我真的可以跟芊芊交往，我可以跟芊芊交往啊！他不要我，我可以跟芊芊交往了。别做梦了，你个臭小子，你想吵醒孙妈妈一家？那神经犯病的。孙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太高兴，太高兴了。你会吓着呀？大风起。把头摇一摇，又来到我梦中。为何梦见他？这男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。谢谢你。爸早，妈早，你吓死人了你！我跟倩倩去买参考书哦。去去去。李正，进来。来，经理，经理。李斌，爸爸，我出去买参考书了。啊，李斌，李斌，去吧。去吧，走。哇！哎，你谁？你吓死我了，你富邦。这是孩子毛毛躁躁的，你干什么啦？一大早跳蚤上你身啦？张奶奶早。张奶，我正要去您家接倩倩呢。哦，到我家去用得着这么急吗？你是赶火车呢还是跑步比赛呀？哼，你要撞到我这把老骨头没关系，万一要把这一锅撞翻呢，那你可就亏大喽。哇，好香哦，这猪脚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，哇，又香又 Q 又有弹性，跟张奶奶的皮肤一样好啊！这孩子，这么一嘴胡说八道，你说？张奶奶，我先走，再见。听倩倩说，富邦喜欢吃猪脚，炖了一上午呢。我，哎呀，张奶，您这让我真的是心里过意不去的，谢谢您了。张奶，您等会儿啊，我进去切点牛腱，好让您带回去啊。是啊，还杵着，赶紧去，光说不练的。那这我帮你拿着。顺便跟我切点卤海带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两天老想吃着你们家的卤海带，快去！卤海带没问题啊，多切点，多切。好好好，马上来啊！张奶奶，屋里坐呀。行了行了啊，行了。我听说啊，吃猪脚能去晦气，所以多吃点猪脚。把这两天的晦气除一除，以后就没事了。哎，让您费心了。没事了。哎呦，太好的了，老孙呐，张奶奶呀，我跟张奶奶看到好好的，太好了。哎呦，这几天呢，说实在的，真的把我急死了呢。这么快？
快又听见了。哎呦，我们哦都十几年的老邻居啦，都像是一家人一样。要是哪一家有什么事哦，就等于是大家的事啊，大家都会一起分摊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而且我们啊就很像墙上的花一样，全部都已经长在一起了。如果有一天陶太太你不理我的话，张奶奶你跟我翻脸的话，我一定难过的，我想要去数掉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干嘛一大清早的说这么不吉祥的话？就是啊，哎呦，我就说开心啦，感动啦。你看，这样不是很好？有卤猪脚啦，又有海带，我们就回到以前这样子了。是啊，哎呦，你们的烦恼哦，现在已经解决了。现在哦，接下来这个烦恼哦。好像按照那个门牌号码跑到我们家去了呢。你们家怎么啦？就我们家一妹啊，给我偷偷跑去谈恋爱。哦，不怕风和雨，不怕狼入山，同舟共济，冲破黑暗，信心要坚强。孙一美。一起来唱，来来来来，一起来唱，来来，快！看前方，看前方，看后方，看后方，万众一心，有力量，有力量，胜利在握。看雨过天。最美都是你啦，害我们白痴的跟你一起唱啊！什么啦？是你叫我跟你一起唱的哎！那个会唱军歌考军校有没有加分啊？对啊。干嘛加分啊？我一定考得上的。我有我的倩倩，再大的难关，有多少的风雨，我。可是你不是说你不想考军校吗？你想要抓住自己的梦想，走自己的路。对呀、啊欸，我看你这个白痴真的是变得不轻。倩倩啊，就是我的梦啊！只要能跟倩倩在一起啊，啊，走哪一条路都没差了。啊，可是你，哎，念军校就念军校，哪里有在怕的啦？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高兴就好，你们高兴就好啦。还好哦，你们现在名正言顺了啦。不然我就不用为了帮你们被那个学员当猴子耍，气死我了！几空，他又怎么耍你啊？孙一美啊，我不是提醒过你了吗？对几空这家伙要随时提高警觉的吗？哎，不是因为他……啊，说来话长啦，还好我现在不用演戏了啦。可是我觉得那个学员是认真的。什么认真的？潘雄、一美、富邦、倩倩，你们好、啊。没错，我很好，我这一辈子啊，从来没那么好过。那就好。一美，那你呢？很好啊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哦，你们大家好就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哎，哎，他为什么一脸失恋的样子啊？他是失恋啊，因为倩倩是我的。你这一天到晚你的我的，我就……好了好了，我保证下次不会说了啦。哎，倩啊，你刚说那个。议员是认真，认真什么东西啊？你想知道吗？嗯。人家许议员啊，认真的喜欢孙一美。啊？怎么可能呢、啊？信不信由你。哎，你没办法把话说清楚啊！这几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对对，这么重大事，我怎么都没跟到啊？就是啊，昨天晚上，孙一美的初吻被许议员夺走了。
你怎么会知道？说出来的。那你还说出来？我干什么？就说清楚啊！我眼睛，别跑！快点，快点，你们好给我分析，我喜欢卖几条青的啊！别误我，别误我！那我你问谁啊？我不是我做的，不是你做的，嘴巴在脸上，不是你做，是谁做的？鬼做的！我的前女友被玷污了。孙一梅，你不要跑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说我不想看电影，你们两个就立刻说好。没见过这么没良心的，两个人和好就嫌我是拖油瓶了，我以后不帮你们了啦，没水准。姐夫送的哦。谁准你叫他姐夫的？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家伙，还有你，你的手段为什么这么卑鄙，这么多啊？好啦，你们都一国是不是？你们都不去都一起啦，不理你们了啦。